Approach D82是 Garmin 高尔夫 GPS 雷射测距仪，内建全球超过41000幅球道图资。现在我们往国内的方向看，这里是辉煌高尔夫球场第四栋，我们可以看到国岭就在那里。选择开始球局，等待 GPS 定位，确认球场，将D82瞄准旗面，按下测距键。测量完后会以震动提示，并在左侧显示国岭放大图。画面上的资讯分别代表Approach D82提供自动量测击球距离的功能，请先在设定中确认该功能是开启的。现在我们到刚刚球落下的位置，透过D82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刚刚这杆打了多少距离。以上就是这次的 Approach D82产品教学，我们下次见。